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 Uni。 有一段时间没给大家更新呢，我知道很多宝宝们呢都非常的想念我。那我今天呢给大家测评的是一双莱米的 0.01 非常薄的这一双高腰无缝裆的超薄黑丝袜，它的厚度呢只有 0.01 毫米，就跟羽毛绒一样。我觉得像这种特别薄的丝袜非常的适合在夏天穿。第一呢，肯定是因为它美观嘛，因为薄的丝袜穿上身其实非常的上身的。鞋子呢，我选了一双带亮片然后尖头细跟的高跟鞋，我觉得这样的风格和我身上的职业装啊，然后配上这双黑丝是非常的搭配。那走吧，我们一起上身看看。莱米的这款丝袜它虽然很薄，但是它的弹力却非常的好哦。家人们，今天的穿搭测评呢就先到这里了，喜欢Uni的还是记得一键三连哦。那我也非常的期待下次再和大家一起测评别的丝袜，那我们拜拜咯，下次见。